in my stomach. What's going on? You've merely slipped a new package into your lower tummy. And you're going to transport something very special to us. No. You speak English? Yes. Take me to the hospital now. Hospital. Somebody put a bag of drugs inside me. I need you to take it out. It's leaking. It is estimated most human beings only use 10% of their brain's capacity. Imagine if we could access 100%. Interesting things begin to happen. Yes? Professor Norman, my name's Lucy. I just read all your research on the human brain. It's a little rudimentary, but you're on the right track. Thank you. I have access to 28% of my cerebral capacity. I can feel every living thing. Since when did you start writing Chinese? Since an hour ago. What happens when she reaches 100%? I have no idea. All this knowledge, you can unlock secrets that go beyond our universe. I'm not even sure that mankind is ready for it. It's like all things that make me human are fading away.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卢贝松导演来台取景拍摄的露西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影评人张彦拓来到现场我们分享。彦拓你好，欢迎来到异想世界。凯英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露西用了一个很有趣的人体科学的一个概念，就大部分人都用了自己的脑力大概不到10%，如果你用了一半或是甚至全部的脑力的话，你看待任何事物的观点就会完全不同嘛。彦拓可不可以帮我们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想大家一定都有印象，去年10月的时候，那时候电视新闻每天都在报说卢贝松带 Scarlett Johansson 到台湾来拍片，对，拍一部叫做 Lucy 的电影，而且它是一部科幻片。那我记得那时候就觉得哇，就是在台湾拍的科幻片实在是还蛮难想象的。对，那在等了将近一年之后，真的实际看过了这部电影之后，我会说我是的确是还蛮惊喜的，因为我觉得这部片不论是放在卢贝松本身的创作系谱，或者是你把它拿到好莱坞的科幻片去做比较，那它的不管是原创性还是它的企图心其实是都蛮够的。那Lucy 这部电影它的故事在说什么呢？我想刚刚大家观众朋友看过那个预告片应该也都大概有个了解，就是它故事其实并不复杂，它讲的是这个 Lucy 这个女主角，那她被莫名其妙被卷入一个黑帮贩毒运送毒品的那个行动里面，那但是又因为出了一点差错，所以呢那个药品就被他的身体大量的吸收下去。这一个他们所化合出来的这个人工的毒品，它其实就是某一种有点像是我们人体细胞在成长的时候最需要的那种营养素。对，所以呢Lucy 他在大量的吃下这个东西之后呢，他就得到了某种超能力。那这个超能力就是像宣传里面不断讲到的说，我们一般人只能用到我们脑部力量的10%，但是呢这个 Lucy 她却可以用得到100%。于是呢变成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然后再来呢她开始渐渐的可以比如说有心电感应啦，然后可以隔空取物啦，那甚至到后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设定，就是她开始可以看得到我们每个人在讲手机或者在打电脑的时候那个无线网络那个讯号，他可以直接看得到那个电磁波，然后他就可以去解读去翻译那里面的讯息是什么。这当然相当程度上它是一个有很精彩的特效的一个特效电影。但是为什么刚刚会说我觉得它有蛮大的企图心，是因为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在一般我们讲比较
有点奇幻性质，那有点悬疑的那种戏剧或小说里面，在形容这些故事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专有名词叫做麦高芬，叫做 MacGuffin。那这个词，这是一个，它是一个代称，它据说是被戏剧考克还是谁发扬光大的一个词。它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很多在这种悬疑的冒险故事里面，它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宝物，是电影里面或故事里面，包括主角啦，包括所有的反派啦，好人坏人，全部都从头到尾费尽心机要去抢的那一个东西。那那个东西它会非常的重要，它可能是一个什么什么能源的宝物啦。它可能是一个化合方程式啦，甚至它可能是一本古书啦。那但是实际上呢，当你再拉远一点来看，你就会发现其实那个东西本身是什么，它可以办到什么事情，对这个故事而言其实是不太重要的。因为真正重要的你要看的是那个冒险的过程，好人坏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那带给主角什么样的改变，而那个东西本身，那个麦高芬本身其实是不重要的。所以当你再回头去想，比如最近很红的很多商业电影啊，不管是变形金刚啊、忍者龟啊、复仇者啊，或者什么银河守护者，里面的确也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所有人费尽心力要去抢的那样的一个宝物。那像在现在好莱坞拍这种悬疑科幻片最厉害的导演叫做 J.J. Abrams， 他过去他拍那个不可能的任务第三集的时候，他甚至他就玩了这样的一个梗，就是从头到尾所有包括这些Ethan Hunt他们这些情报员，他们都要去抢一个叫做 rabbit foot， 叫做兔脚的东西。但是呢，整部电影从头拍到尾，那很精彩的结束之后呢，还是没有任何人知道那个兔脚到底是什么。但是你还是觉得这个电影很好看，所以就是这个叫做麦高芬的这个概念。可是呢，回头来讲，在Lucy 这部片里面呢，我觉得它让我最惊喜的地方就是在于那个化合物品，那个药品，它不是只是一个麦高芬的效果而已，而是其实这部电影这个故事打从一开始，它真正在乎的就是这个女主角 Lucy， 她在吸收了这个药品之后，带给她什么样的改变，让她有什么样的能力，让她得到什么样的知识，甚至她改变了她什么样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我觉得Lucy 有一个企图心，把重心放在这样的东西上面，甚至到了电影的后半，你会发现那些同样也是有黑道白道好人坏人都在抢那个药品的这个冒险故事的部分，反而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反而是他自己本身有什么改变，他自己真正的看法，他对知识的想法，那个才是重心。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电影最让我惊喜的地方。其实卢卫松他的电影里面都有个特色，就是他的女主角都会非常的出色。那包括譬如像《披萨》的女主角就是个女杀手，那譬如像《终极》